放下身段，深入金藏，这是培训中的林伟才。林伟才是全球最大的手套制造供应商，同时也被马来西亚政府册封为丹斯利。不止事业做很大，爱心更不落人后。2014年，他为非洲狮子山供应了2100万只的医疗手套。学习的很多，所以虽然一点辛苦、一点累是值得的。做慈济人是好的，我们社会要多点好人，多一个好人就少一个坏人。在太太董秀美的牵引走入慈济，经过2年的志工培训，林伟才正式成为慈济志工。在社会上的那种地位啊，很多人就是以他为榜样哦，所以我也是希望期许师伯啦，就是要用上人的法哦，就是做好自己，做社会的典范哦。不止大老板放下身段，来自海外总共180位的培训志工也回到花莲参加全球第一场的受证。人世间啊，就是一个爱字，从我的心灵出发，各位菩萨，你们心中也是一个爱啦，这种彼此爱的起点。共同的方向就是聚焦起来，那就是大爱。这爱的能量啊，可以普天之下都通行，没有障碍。各国家地区的志工群不断扩大，每年生力军的加入也希望能让这份爱继续扩展。大家新闻杨杰体刘宏志翁国家花莲报道。